这两颗螺丝拧下来，然后把这儿弄开，看送您一个大的卡片，还有一个小的卡片，看您安装哪个卡片合适，您就安装哪一个。这个咱安装这个小的就行了，然后把从这儿再连接起来，把这个螺丝拧上。这里，往里捏两边这个，它就可以折叠下来，它就可以到这儿，然后再把再用这个螺丝把它连接起来就可以了。这个螺丝不用拧太紧，稍微固定点就行了。然后咱就把这个座椅支撑开。它这里上下是可以调的，因为这个前面距离有点短，因为用的时候就是看什么地方合适就调到哪儿就行了。对，它这个扶手折叠的时候是捏捏这两边这个红色的，一捏它就可以动的。